我是游戏先生，你好。我是游老师的助理。宋先生，你好。我叫尉迟遥遥，江州大学历史系大三在读生，同时兼职家教。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碗粥，不要放糖。游戏先生，我是来给你做老师的，不是做你助理的。助理和被投诉，选一个吧。接下来呢，你两个月的任务呢，就是帮助游戏竭尽全力，让他拿下蔚然导演新戏的男一号。他这个演技吧，演什么赔什么。咔咔，这么多，只有了解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，才能更好的诠释角色。岳晨梦梦，来了，刘老师。游戏同学，我在楼下等你下来上课。这是你的学习计划，贴着才行墨。 拿可乐给我吃呀！放冷水给我洗澡，拿西装给我当睡衣，不带怕的，冲！红了！哎呀，丢死人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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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话我助理经过同意了吗？也许他早就受够你了，正好借此机会一走了之。你有你的事业，你的未来，这一切都不能因为我而被毁。你先发声明，跟他撇清关系，然后让他走人。只要他明天开发布会，我就立马把身上全抛出去。你自取灭亡，就别怪我来个瓮中捉鳖。证据，至少得是这一点。 我有心敢做敢当，功不恋情这种事情，不用别人代劳。原来缘分早在一开始就命中注定了，是那种心动的感觉，是我演了再多偶像剧也从来没有过的感觉。我要告诉所有人，我谈恋爱了。 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，想不到，我喜欢你。